点击置顶评论，下载北美省钱快报 APP。 今天不聊吃的喝的，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。有一天，办公室的小哥哥发来信息，说自己开始保养了，还问我们几个女生怕不怕。呵呵呵，马上就做个视频给他看看我们在用什么厉害的东西，给他上一堂叫做不要斗胆和女生聊护肤的课，保证第一题就不得分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击右下角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今日视频有奖，具体参与规则请往后看。第一题，护肤品里见到的角鲨烷是什么？角鲨烯、角鲨烷本是皮肤本身就会生成的成分，亲肤性特别好，能迅速渗透进皮肤，达到水油平衡的完美状态，并在肌肤表层形成透气的天然保护膜，锁住水分，是很好的保湿成分，让肌肤更柔软平滑，还有减少泛红和消炎的功效。现在大多是通过提炼橄榄油、棕榈油这些植物油中的角鲨烯，氢化后得到角鲨烷，鲨鱼成功获救，大家就不必担心了。这成分也许听起来很腻，但其实质地轻薄，绝不会油上加油，油皮也可以放心用。第二题，什么品牌以含有角鲨烷成分著称？丝芙兰就有售的口碑天然护肤品牌 Biosense， 很多女生都对它不陌生了，敏感肌、孕妇都可以放心使用。研发自美国著名医学研究室 Berkeley Labs， 产品采用高标准的纯净成分，更加保证了护肤品的使用感和安全性，全线产品更以有角鲨烷成分著称。近几年实验室研发的小众美妆护肤品确实是大事，价格亲民，成分也天然，深得人心。第三题， Biosense 有哪些产品值得买？一、百分百角鲨烷精油，五颗星，功能保湿修护，全身可用。顾名思义，这一款是百分之百的角鲨烷油，提取自甘蔗，产品成分表上也只有它一个成分。像之前提到的，它可以锁水保湿，让肌肤柔软平滑，减少泛红和消炎。这款纯的角鲨烷油除了用于面部肌肤，还可以在洗澡后立即涂抹身体或者头发，一瓶多功能。二、角鲨烷加乳酸夜间修复精华，新品。这个夜间修复精华是刚刚开售的新品，主打夜间修复提亮，成分包括素食主义者可用的乳酸，它可以剥落肌肤角质，促进细胞再生，柔和到即使每晚使用也没问题，第二天起床皮肤更细腻透亮，肤色也会均匀不少。我们要送出的奖品也就是它了，参与方式很简单，大家给视频点赞，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想要试用这款产品，就算参与成功。我们会在两周后抽取一名幸运观众寄出礼物。三、角鲨烷加 VC 玫瑰油，4.5星，功能提亮、紧致、保湿、抗衰老。很多人认识 Biosense 可能就是通过这瓶明星产品了，很多小仙女都叫它辣梅的替代款。质地轻薄，快速吸收补充水分，适合各种类型的肌肤。除了角鲨烷，里面还加入了 VC 美白提亮、代码适格花瓣提取物，带来淡淡香气的同时，镇定舒缓肌肤的功效也更厉害了一些，皮肤质感、光泽都得到改善，一瓶可以用很久，性价比很高。四、角鲨烷加海藻眼霜，4.5星，功能提拉、减少细纹、保湿，妆前使用防卡粉。眼霜涂开不会觉得黏腻，很滋润，集合了海藻和西洋菜提取物，实现最佳的提拉、减少细纹的效果。再加上角鲨烷的保湿功力，化妆前使用还能改善眼周卡粉或者脱妆的尴尬，早晚使用都可以。五、角鲨烷玫瑰素食友好唇膏，4星，超保湿，不含食用的素食者友好润唇膏，带有玫瑰成分，可提供持久保湿效果，透明质酸可以迅速滋润，裙带菜藻类的美容功效会让嘴唇变得平滑丰满，神经酰胺、角鲨烷和玫瑰精油可以抵御环境侵害，并保持唇部的滋润。
角鲨烷加肽眼部凝胶，四星功能去除眼部水肿，淡化黑眼圈，乳白色眼部凝胶容易涂开，质地不厚重，还有凉凉的感觉，含有保湿水果提取物、芦荟叶以及咖啡因和能促进淋巴循环、微血管渗透的四生态成分，还有一种类肉毒杆菌素，它们能带动眼周的微循环，减轻浮肿，淡化黑眼圈，并给有细纹的眼周肌肤补充水分，让你看起来神清气爽。好了，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就是这些，但是我们打算屏蔽小哥哥，不能让他学到更多。你有用过 Biosense 的产品吗？有什么心得体会，也欢迎留言分享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请点个赞，别忘了关注我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